欢迎来到小九聊剧，今天小九带来《锦衣之下之不愿做豢养的鸟》第71至75集。孩子引发的争吵，陆衍替伊夏做饭，暖心照顾孕妈，陆衍贴心照顾伊夏，慢慢融化。陆陆离开后，陆衍再一次回到了病房，伊夏依旧没有醒来。最近几日他一直受噩梦的惊扰，一直没有睡个安稳的觉，想必定是累极了。陆衍心疼地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摸了摸他的脸，越发地自责起来。想到伊夏的创伤后障碍症，也有自己的责任，他便觉得有些内疚。他开始后悔，那时为何要玩什么包养的戏码呢？他也不缺钱，直接将钱借给伊夏岂不是更好吗？只是那时的他太过于寂寞了。陆家上下伪装的亲情和谐场面让他窒息，他迫的想要一个家，迫切的想要逃离陆家的生活。恰巧那时他遇见了伊夏，一个与他妈妈有些相似的女人，一个性格对他口味的女人。他和她在一起，让他寻得了喘息的机会，让他知道除了陆家他还有另一个去处。他以为他只要不为难他，只要不干涉他，他便能够懂得自己的良苦用心。可是他却忽略了他是一个刚刚经历重大创伤的人，他却从未想过他需要关爱，精神上的关爱。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，哪怕在爱对方，若是不亲身经历，亦无法真正感受到对方的痛苦。就像陆衍，他爱一下吗？很显然他是爱的，是在意的，但是他却也无法体会伊夏的痛苦。那时他以为自己没有立刻与伊夏发生关系便已经是关心他，可是却不曾想依旧给他带来了伤害。正当陆衍深深自责时，伊夏慢慢地醒了过来。他微微睁眼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，眉毛微微皱了起来。自己怎么会来到医院？你醒了？有没有觉得好些？头还疼吗？陆衍的声音在自己耳畔响起，他只觉得有些恍惚。我怎么会在医院？你在甜品屋晕倒了，正巧碰见二姐，她将你送过来的。哦，这样呀，我好多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不想在医院待着。伊夏对医院有说不出的厌恶之感，他讨厌医院内的白被褥，讨厌医院内的消毒水味道，讨厌医生护士，讨厌医院内的一切一切。我们再休息一晚好不好？明天我带你回去。你怀孕了，我怕你身体吃不消。陆衍一脸担忧。你知道了？伊夏弱弱地道了句。你知道了？陆衍试探性地看着伊夏，什么意思？他知道自己怀孕了，为什么没有告诉自己？陆衍心中太多的疑问，甚至想要大声质问他，他就这样不相信自己吗？可是想到二姐的话，陆衍将心中的不满慢慢压了下去，尽量让自己语气变得温和。二姐告诉我的。我不是故意要欺瞒你的，我以为安全期不会怀孕，我没想到自己会怀孕。伊夏不知道如何向陆衍解释，他会不会以为自己套路他呢？是他告诉他安全期的，他不会以为自己想要以孩子向他逼婚吧？陆衍听着伊夏吞吞吐吐的解释，心中一痛，他握住了他的手。怀孕了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伊夏，我们马上就要当爸爸妈妈了，这难道不是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吗？你为何要如此为难呢？还是说你不想替我生孩子？伊夏抬眸看了看陆衍，想从他的神色中判断他所言的真假。他真的喜欢孩子吗？他从未说过想要孩子。伊夏吞吞吐吐地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伊夏，相信我，我会是一个好爸爸的，等你身体恢复了，我们便结婚好不好？结婚？这一次换成伊夏震惊了，一个孩子居然让他主动开口求婚，自己终究还是拿孩子逼他了。那一刻伊夏瞬间整个人心情都不好了，他烦躁地低下了头，生气地道，这个孩子我们还是不要了吧。陆衍没有想到伊夏会突然间变脸，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真的是将他惹毛了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？他是一个小生命，你怎么可以说得如此轻描淡写？
陆衍的愤怒激起了一下所有的不满和不快，他发火，他还一肚子委屈无处撒呢。他愤怒地看着陆衍，凶道：你凭什么吼我？你凭什么说我？凡事你都按照自己的计划走，你想来招惹我便来招惹我，你觉得够了便丢下我，你觉得需要我了便又来招惹我。陆衍，我不是你养的鸟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你说我不负责任，那么你呢？我这个肚子里面曾经孕育过一个你的孩子，你负起责任了吗？当年的事情再度被提起，伊夏的眼眶逐渐的发红，想起那段自己灰暗的时光，他不受控制的默默流泪。陆衍心痛的看着伊夏，不知道如何解释，只是弱弱地道了句：我当时不知道，若我知道我一定不会。你一定不会什么？你不是气我不告而别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不告而别。那时你父亲刚刚来找过我，说我和你之间门不当户不对，说他不会强行让我们分手，因为他知道你早晚会有一日厌烦我。当然这些话并不是我不告而别的理由，真正让我不告而别的是你。那时的你整日和孙小姐在一起，孙家和陆家门当户对，若我再不走，那我便会成为一个笑话。陆衍没有想到他不告而别居然是这个理由，他冷笑了一声，笑自己的愚蠢，笑自己的自以为是。他拿孙小姐试探一下，却不曾想这个试探却让自己失去了他两年，甚至还失去了他们的孩子。人心最经不起试探和冷漠，而陆衍和伊夏的相处看似亲密，却又充满了试探和冷漠。他将情绪激动的伊夏抱在了怀中，轻声道：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想要试探你对我的感情而已。伊夏想要挣脱他的怀抱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，躲在他的怀中暖暖的，伊夏逐渐地放弃了挣扎，任由他抱着自己。只是在伊夏看不见的视角，一滴泪从陆衍的眼角慢慢地流了下来。陆衍抱着伊夏，听着他的哭诉，心仿佛揪在了一心，跟着心疼。当年他的自以为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局，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。若是当年他没有拿孙小姐试探他，而是直接告诉他自己想要娶她，是不是他便不会离开？若真的那样，是不是那个孩子或许……想到这里，陆衍的眼眶逐渐的发红，泪在一下看不见的地方滴落下来。可是他虽然看似是运筹帷幄的成年人，实则也是缺爱的孩子呀。伊夏从未说过喜欢他，甚是多次表示还完钱要离开他，这才叫陆衍慌了神，才想着要试探他一番。他不信两年的相处伊夏会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他轻轻地拍着伊夏的背，安抚着他情绪的同时，也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。他慢慢地收回了眼泪，轻声对伊夏道了句：对不起，我真的从未想过伤害你。伊夏没有回复，陷入了当年的往事中，依旧伤心不已。伊夏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忘掉当年的事情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往事真的能忘记吗？我也想忘记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伊夏无能为力地说着，他何曾不想忘记过往，忘记父母惨死的样子，忘记哥哥在医院的日子，忘记自己失去的孩子，忘记一切一切不开心的回忆。可是他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记忆中，越是想要忘记越是记得清楚。他不知道如何能够忘记，不知道如何能够像之前一样肆无忌惮地活着，不知道如何能够像之前一般简单快乐。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夺走了他所有的幸福与快乐，他一夜间由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公主变成了扛起家庭重担的女王。生活没有给他时间去适应一切，便将一切瞬间压在了他身上。那一瞬间，他亲自操办了父母的丧事，变卖房产，替哥哥看病，随后又成为了自己最看不起的人。天塌下来了，但是没人替他顶着，反而他要替亲人顶起一片天。他压抑着自己的本性，开始慢慢学会讨好陆衍，学会说着他喜欢听的话，学会做些他喜欢让他做的事情。他多次想要反驳陆衍，但是却都被他压制下拉了。陆衍不知晓他之前的性情，只当是他的妥协。两年时光，
他早已不是他自己了。他以为自己离开陆衍后便可以重新开始，可是他却又怀孕了。他告诉自己没有关系，大不了生下来自己养，就当上天重新补给自己一个家。可是孩子却又流掉了，他不知道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上天要如此折磨他。他满心愤怒，无处释放。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，企图忘记那段不愉快的时光。可是他利用了2年的时间，却发现自己居然忘不掉陆衍，那段昏暗的时光仿佛一直伴随着自己。这些事情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，一直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。在外人眼中，她是一个上进乐观的姑娘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她的日子是多么的难挨。事在人为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以后我会陪着你一直。陆衍一边轻轻拍着伊夏的背，一边轻声说着自己的承诺。许久，伊夏方才从悲痛中缓解过来，他慢慢地推开了陆衍，低下头，并没有去看陆衍的眼睛，也不知道他的情绪到底如何了。他没有再说不要孩子的话，只是淡淡地再一次问了一句，我不想在医院住，可以回家吗？陆衍摸了摸他的头，不再坚持。好，你先躺好，我去问问医生。陆衍咨询了医生，医生说伊夏的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最近休息不好，精神压力大而已，让他回去多注意休息。医生给伊夏开了一瓶叶酸和安胎药，又告诉了陆衍一些注意事项，暗中提点他前3个月最好不要有房事。陆衍得到了医生肯定的回答，方才放心将伊夏带回了家中。他小心翼翼地在伊夏左右照顾着，生怕一不留神他便会胡思乱想，生怕一不留神他便会出现意外。伊夏懒散地躺在床上不想动弹，看着陆衍端上来的面条，更加是食难下咽。陆衍细心地将面条放在床头柜上，哄着他，你多少吃些，这是我亲自替你煮的。你亲自煮的？伊夏又仔细地端向了那一碗面条，难怪如此没有食欲，原来是他亲自做的。这是你第一次做饭吗？陆衍自知做得不够好，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那倒不是，只是很少做。伊夏本不想吃，可是见他如此有诚意，却又不好意思拒绝，他勉强地坐了起来，端起碗了，慢慢地吃了起来。好吃吗？比想象中好吃一些。伊夏见陆衍一脸期盼地看着自己，倒是也不好意思让他太难堪，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，下次再做一定比这次好吃。陆衍听出伊夏话中的意思，笑着道。伊夏看着陆衍郑重其事的样子，也不由自主地笑了笑。看见他笑了，陆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他笑着的模样真美。伊夏觉得陆衍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变得他都陌生了。自己洗漱，他要跟着；自己工作，他要陪着；自己睡觉，他便安安静静地躺在旁边陪着。要知道他向来自制力并不怎么好，这一次倒是出奇的好。两个人躺在床上，屋内静悄悄的，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射进来，让漆黑安静的屋子显得有些生机。伊夏依旧睡不着，心中始终觉得不踏实。他翻了翻身，想换个姿势去睡。陆衍从背后抱住他，轻声问道，睡不着吗？嗯，我陪你聊聊天好不好？嗯。伊夏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或者想玩的地方？我明天陪你。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我把工作交代给孙总和宋秘书了，请了半个月的假，可以专心陪你。可是我还要工作。伊夏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煞风景，也不知道陆衍会不会生气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陪你工作，你不用刻意来陪我。我没事。陆衍突然间频繁示好，让他觉得有些别扭，一时间无法适应。伊夏，明天找你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聚一聚吧，我还没请你朋友吃过饭呢。陆衍，你真的不必如此。伊夏真的有些受不了了，平日里面对你不冷不热的一个人，突然间变得温情起来，照顾你的日常起居，照顾你的感受，真的让人觉得很怪异。陆衍，我没有那么矫情，
你真的不必如此讨好我。我既然没有再提打掉孩子的事情，我便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知道自己每一步选择意味着什么。我对你好，与孩子无关。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。明日，约你朋友出来聚一聚吧，我是真心实意。陆衍的语气不似刚才那般温和，言语间略有些命令的语气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别想那么多，睡吧。陆衍依旧抱着伊夏。这个女人，自己对她好些，她倒不满意了。哎，伊夏虽然没有明确答应陆衍见朋友的事情，但是却也没有拒绝。陆衍没有继续追问她，只是将她抱在怀中，将手放在她的小腹上，慢慢地抚摸着，将自己的温度传递给伊夏。伊夏的小腹由最初的冰凉，逐渐变得暖了起来。他感觉到陆衍的变化，但是他却没有下一步行动，只是单纯地抱着自己，帮自己按摩，让自己变得舒服。躺在陆衍怀中的伊夏很快便陷入了梦乡，很神奇。这一夜他睡得很安稳，一夜无梦。次日清晨，待伊夏再一次醒来时，身边却没有了陆衍的身影。他倒是也没有在意，他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。肚子有些饿，穿戴好睡衣便出来寻些吃的。可是他却在厨房意外发现了陆衍的身影，他正在厨房忙碌着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伊夏有些意外，没有出声，靠在门边静静地看着他忙碌。陆衍感觉出伊夏的气息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仿佛老夫老妻般问道，你醒了，饿了吗？我替你熬了大枣小米粥，一会尝一尝。伊夏这才走了过去，看着一片狼藉的厨房，微微皱眉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煮了粥，又弄了些清淡的菜，我怕早上太油腻你吃不下。伊夏看着冒得到处都是的小米粥，以及案板上刚刚弄好的拍黄瓜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表扬他呢，还是该批评他呢。一看就是从来都不下厨的模样，弄得到处都是，眼中尽是嫌弃，然而心里却是暖暖的。不过陆衍拿着锅铲的样子倒是蛮滑稽的，他突然间笑了。眼前的场景让他脑海中突然间蹦出一个词，岁月静好。我来吧。伊夏走到陆衍的身边，从他的手中接过了锅铲，放在了灶台旁，又从支架上拿起了勺子，不停地搅拌着砂锅内的小米粥。陆衍从后面抱住了伊夏的腰，突如其来的暧昧让伊夏一愣，他推了推他，我煮粥呢，不舒服。伊夏，你心情好点了吗？陆衍依旧是没有放开他，心疼地问道。好多了，昨天是我失控了。伊夏向来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昨日的失控伊夏觉得可能和怀孕有关。据说怀孕的人会因为激素分泌紊乱而情绪波动比较大，人都会有脾气的，不开心发泄出来挺好的。陆衍看着他情绪好转，心情也随着好了起来。可是想到二姐说的症状，他始终无法安心。伊夏，那天我是去见大哥的，只是碰巧遇见了大嫂，一起喝个咖啡而已。陆衍的解释让伊夏一愣，他何时看见自己手机中那张照片的？他没有追问这些问题，只是淡淡的回了句，我知道了，年少时期不懂爱，便误以为那是爱，其实只是青春期的过客而已。有些人想借着此事挑拨我和大哥的关系。陆衍继续解释着，他不确定伊夏是真的不当回事，还是敷衍自己。是三哥吗？伊夏微微回头看了一眼陆衍，陆衍松开伊夏，眼神未曾离开过他，为何会猜三哥？他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有些邪魅，不像正派之人，说起话来也神叨叨的。伊夏想到这两次与陆家三哥的相处，总觉得有些不寒而栗。应该不是三哥，照片虽然是他照的，但是应该不是他传给你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有那个陌生的微信号？伊夏眉毛蹙在一起，思绪良久，方才道，那一日我正在工作，有个陌生号加我，说是和你有关的秘密，我没有控制住便加了他的号，没想到他居然会给我发一张你和大嫂的照片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陆衍言语间略有些责怪的意思。我
我没有误会，只是心里有些不舒服而已。他无缘无故加我，无缘无故给我发了那样的照片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定是想要挑拨你我之间的关系。一下看似毫不在意地说着，当然后半句他是没有敢同陆岩讲的。那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若是陆岩真的和他大嫂牵扯不清，他离开便好，何必强留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呢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当他知道自己怀孕后，才会悲痛欲绝，才会郁郁寡欢。他没有想到孩子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来临了。上一次流产的事情历历在目，他害怕，害怕这个孩子依旧会如同上一次一般，不经意间再离开自己。下次再遇见这样的事情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憋在心中。知道了，你怎么了？何时变得这样絮叨了？一下忍不住抱怨两句。这般的陆言让他有些不适应。这个微信号若是以后再联系你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你有怀疑的对象吗？一下见陆言一脸凝重，便已经猜到定是他的所作所为伤了别人的利益。能拿到三哥手机中的照片，又能消掉公司那阶段的监控录像，整个公司能做到也就那么几个人。你怀疑姚秘书？暂时没有证据。哎，人心难测，你怕了吗？我不是怕了，我只是觉得何必如此呢？人生短暂，将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算计上面，真是白活了一场。傻丫头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般，凡事看得如此通透。陆眼帮一下理了理碎发，一句傻丫头道不尽的柔情。他转过身来，将一下拥在怀中，在他额头上轻轻落下了一个吻。一下被陆眼的柔情搅得心神不宁，他有些娇羞地推开了陆眼，别扭地找着借口，粥要糊了。虽然两个人早已经坦诚相见，但是这般亲密动作，一下依旧是有些不适应。他能够接受陆眼直截了当的 OOXX， 却无法接受陆眼这般暧昧的小动作。一下避开陆眼，将粥盛好端到了饭桌上。陆眼也不恼，配合着一下将自己拍的黄瓜端到了餐桌上。两个人吃起早餐来，陆眼尴尬地看着早餐，今日没有准备，早餐有些单一了。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明日帮你做。不用那么麻烦的，正常饮食就好，我自己也能做。一下总觉得怪怪的，陆眼突然间面面俱到的关心让他有些不适应。你约朋友了吗？我今天没有事情。我们在一起后还没有请你朋友吃饭呢。我还没有约，等吃完饭问一下乔娜，看他晚上有没有时间。一下不再拒绝，顺应了陆眼的意思。吃完早饭后，一下便借口工作忙躲到了书房里。他是真的受不了陆眼的热情，陆眼的冷漠虽然会让他觉得伤心，但是他却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冷漠。可是陆眼的热情却让他慌了神，他发现他无法接受陆眼的柔情似蜜。他害怕，害怕这一切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害怕这一切只会是昙花一现。一下在陆眼的多次追问下，约了好友乔娜吃饭。乔娜听说陆眼要请自己吃饭，兴奋得不得了，忍不住调侃一下一番，恭喜啊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一下倒是不觉得是月明，他依旧处于迷惑之中。夏夏，相信我，他愿意走进你的朋友圈，那便是愿意走进你的生活，足以证明他对你的真心。一下只觉得恍惚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他也弄不懂自己为何会如此患得患失呢？之前的自己并非是这样的性子，到底是从何时起呢？他好像总觉得好运不会属于自己，他对好运不但没有期待，反而还很排斥。他总觉得一旦自己沉浸在美好的事物中，失去时会更加的痛苦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索性什么都不要了，未曾拥有便也不会有失去时的苦闷。一下虽然不知道陆眼要做什么，但是还是按照他的要求约乔娜出来见面。在 A 市，他最好的朋友便是乔娜了。陆眼请一下和乔娜吃的火锅，那是一下所喜欢吃的口味。餐间乔娜时不时偷偷地打量着陆眼，看着陆眼点着一下喜欢吃的菜，看着陆眼偶尔踢一下夹菜，
看着他踢一下包虾，这些细微的小动作皆被乔娜看在眼里。而伊夏呢，仿佛早已经习惯了陆衍的照顾，倒是没有特别的感受。或许这便是当局者迷吧。陆衍静静地陪伴在伊夏旁边，听着他和乔娜之间侃天侃地，说着那些明星的八卦，说着那些生活中的趣事，虽然他对这些话题并不感兴趣，但是依旧耐心地聆听着，丝毫没有厌烦之感。他发现伊夏和乔娜在一起很放得开，他的情绪很容易便被乔娜给带动起来，很容易便露出笑容，虽然不是哈哈大笑，但是陆衍感觉得出来，那是伊夏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在伊夏去洗手间的空隙，陆衍要了乔娜的电话号码。他这一番操作让乔娜有些警觉地看着陆衍，他为何要自己的电话号码？这个男人不会有两副面孔吧？他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陆衍，他倒要看看他葫芦里面到底卖什么药。乔娜知晓陆衍是开影视公司的，这样的男人真的能带伊夏实心实意吗？貌似不好说，他身边莺莺燕燕定是很多，若真的是玩玩，那岂不是会伤了夏夏的心？乔娜对陆衍的好感瞬间消失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倒是要瞧一瞧这个男人是人是鬼。然而所有的怀疑当陆衍单独约他见面时便都消除了，原来他是为了他而来。陆衍这个人的界限感很强，他怕乔娜误会，直截了当的便告诉了他自己的来意，为伊夏而来。乔娜不解地看着陆衍，一脸试探，你找我是为了想要了解伊夏更多的事情，那为何不直接问他呢？岂不是效果更好？难道你不知道有些事情从别人嘴里知道总是有些水分在里面的？他不会告诉我，但是我想要了解他更多些。陆衍没有将伊夏有抑郁症的事情告诉乔娜，他这个人不相信任何人，戒备心有些重，哪怕对面坐着的是伊夏很要好的朋友。你想知道他哪些事情呢？陆衍说他想要了解伊夏，这让乔娜一时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好。我想知道他家发生变故之前的事情，想知道他家发生变故之后的事情，比如呢？这个答案太过于模棱两可，乔娜只觉得一脸懵。比如他之前是什么样的性情，之后是什么样的性情，比如他为何会喜欢这家咖啡厅。陆衍约乔娜来的这家咖啡厅便是伊夏和乔娜相聚的老地点。乔娜喝了一口咖啡，想了想略有些伤感地道，这家咖啡厅是伊夏一家四口经常聚会的地方，他家里没有出事前他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，我很羡慕他的家庭，他父母感情很好，对待孩子又很民主，很尊重孩子的意见，他哥哥呢又很宠溺他，他们一家四口经常会约在咖啡厅一起喝喝咖啡，一起聊聊天，谈谈自己的心得和工作，这是一般家庭做不到的事情。乔娜脸上突然间出现了羡慕的笑容，继续道，那时的伊夏整日就像一只百灵鸟一般，天天都是笑容满面的，仿佛什么事情在他眼中都不是事情，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到他。他虽然不喜欢娱乐新闻记者的职业，但是却依旧每天热情高涨，干一行爱一行，这是他的职业宗旨。那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，天下人口这么多，有多少人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不管怎样，只要拿人家工资了，便要认真工作才对得起自己。那时的他很热心肠，同事遇见困难他总会热心帮助，我们都说他身上自带一股江湖侠气，不小心坠落到民间。他还特爱打抱不平，曾经还在采访现场打过一个偶像明星，因为他特别傲慢，瞧不起人，欺负现场的工作人员，伊夏看不过去，与他发生争执，便给他揍了。后来还是我们老板出面解决了这件事情，那个明星也怕影响自己的名声，便选择了和解。陆衍听着乔娜给自己讲伊夏的故事，那是他未曾参与过的过去，那是他未曾见过的伊夏，他不禁想起刚刚认识伊夏的时候，那时的他便是浑身充满了朝气，肆意飞扬，就像长满刺的小刺猬一般，帅真可爱。想想现在的伊夏，确实与之前大不相同，
他曾经一度以为他是因为经历了这些坎坷，人变得成熟稳重起来。现在向来，或许他是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本性，强迫自己向现实低头，强迫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自己。想到这里，陆衍便觉得心隐隐作痛，他低着头，不停搅动着面前的那杯咖啡。你知道他与他父母的故事吗？乔娜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他和他父母的故事。我们是在单位认识的，他家的事情我也只知道这些。哦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，希望你暂时不要告诉伊夏我来找你的事情。只要你不辜负伊夏，不做对不起伊夏的事情，我愿意守口如瓶。谢谢。陆衍离开了咖啡厅，心里略有些沉重，如二姐所言，她当真是从未懂过伊夏。她从未感同身受地理解过他，在他遇难之时，他不但没有真正的出手相救，反而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陆衍从乔娜的口中大概知道了伊夏的过去，知晓了他前前后后的变化，对他更加的心疼几分。他回家时买了伊夏爱喝的蓝莓汁，他现在才知晓他为何会独爱那家的蓝莓汁，或许他爱的并非是这个味道，而是在怀念过去。他途径超市的时候又买了伊夏爱吃的排骨和山药，二姐告诉过他，想要让伊夏彻底的从创伤之中解救出来，那么就要慢慢的融入他的生活，让他感受到生活的温馨。陆衍想着从前的他们很少亲自下厨，很少有家的概念，或许自己为他学会做饭，他才能够真切地感觉到家的存在，感觉自己回到了从前。陆衍回到家中时，伊夏正在睡觉，他的床边放着一本书，阿弥陀佛么么哒，他的眼角含着泪，不知道刚刚他又胡思乱想了什么。陆衍心疼地摸了摸他的脸颊，帮他整理了一下碎发，替他盖了个被子，将蓝莓汁放在他的床头柜旁，想着他醒来时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爱意。伊夏醒来时果然和陆衍想象中一样，看见了自己床头柜旁边的蓝莓汁，他心中清楚是谁放在这里的。他听见厨房内传来叮叮当当的炖菜声，慢慢起身拿起蓝莓汁，一边喝着一边来到了厨房。陆衍穿着白衬衫，正按照视频中做菜的方式准备晚餐。陆衍这几天的反常让他觉得像做梦一般，好不真实。我吵醒你了？陆衍抬头看了一眼伊夏，继续低头学着做菜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有叫醒我？伊夏慢慢地走到了陆衍的旁边，看着他正学习炖排骨山药汤。看你睡得挺香，我便没有舍得叫醒你。放下吧，我来做吧。伊夏见陆衍的动作实在是笨拙，想着他又要将厨房弄得乱七八糟，忍不住制止了他接下来的动作。你坐在沙发上等我，相信我，我会做好的。伊夏试探性地看着陆衍，他有些不信任这个看着视频做菜的男人。陆衍将伊夏推了出去，让他坐在沙发上喝蓝莓汁等着自己。还是让我帮你吧，你穿着这样昂贵的衬衫在厨房里做饭总是有些不合时宜。伊夏总觉得陆衍做饭的画面有些不协调，说不出来哪里不协调。现下他突然间明白了，原来是他白衬衫的缘故。那你明日帮我买一个适合做饭的衣服。陆衍倒是觉得无所谓，依然是满不在意地操作着。伊夏也没有离开，就这样静静地待在厨房内，他做饭，他陪着，画面倒是出奇的和谐。你尝尝这个怎么样？正当伊夏愣神的时候，陆衍将一碗燕窝粥递到了伊夏的面前。这个是燕窝粥，医生说喝些燕窝能够提高人体的抵抗力。哦，伊夏抬眸看着陆衍微微笑了笑，陆衍低眸宠溺地盛了一小勺燕窝送到伊夏的口中，他不再拒绝，微微张口喝掉那一勺燕窝粥。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室内瞬间升温，粉红泡泡自动升起，萦绕在两个人的心间。陆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立刻转过身去，你先喝吧，我帮你继续熬排骨汤。伊夏意觉得有些尴尬，不再坚持，你要是实在搞不定便叫我。嗯，好。伊夏坐在沙发上等陆衍，
只觉得无聊，再一次拿回了房间的书继续阅读起来。他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，眼泪随着故事中的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自然流落。他曾经觉得自己的经历已经很惨，上天对自己不公，可是他看着故事里面一个个悲惨的遭遇，突然间觉得自己不能自暴自弃，他起码还有哥哥在身边，起码还有他在身边。一下抬头偷偷看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陆岩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为何突然间对自己这样好，好的自己觉得一点都不真实。